汽油，一波汽油，继续刷啊刷啊刷不停哦，刷不停哦，刷不停就会过了，刷不停就会过了。对，就是这样，没错，没错，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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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天！这一队回稳定比妲己高哦，但是伤害比妲己弱，但是他爆发的时候不会输给妲己，哎，这是关键。哦，但这队其实有一个小小弱点哦，我想看有没有人知道这队弱点是什么。观众来看看大家有没有知道这队弱点在哪边。咦，挡摆各位应该有人会猜到，看到那个金币的回复力了哦。弱点在哪边？没有悟空，所以我才用这一队啊。你就可以用煞邦当队长啊，悟空当队友，不然干嘛用这一队？啊，如果什么卡牌都没有，就没办法了。千万不要再编掉我的牌了。啊，我靠，仔你妈干断心呢！我想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对弱点哦，因为我已经尽量把卡牌编到大家应该会有的状态了。平砍太阳还好，其实平砍还好，因为我平砍没有太大那个。凯旋没讲错，凯旋就是你了。贝利迪斯还好，贝利迪斯还好，是没有转攻击出的，因为你想要一波爆发的时候干没有攻击出，真是你的脸会歪掉。对啊，你没转攻击出完屁啊！干，我攻击出就是那只水的啦。这样算有攻击吧？有，这样怎么没攻击嘞？我现在摸技能，基本上现在都没感觉啊。干，我真的是干，刚那个死法真的是有点靠北，真是有点靠北到。我就说我刚刚有个不祥的预感的，真的中，你知道吗？皇冠第二条没水珠，不会 GG， 不会 GG， 就是你要绿到有水珠了，这是问题啊。所以我说这队弱点是在这边呢、啊。那大家应该好奇这队到底可不可以过吧？应该这个才是问题啊。婴儿可以开，婴儿不用开，打这只婴儿不用开，因为婴儿开了，我还要一直想说我那个新珠到底要不要消它，会影响我的速度啊。看百姓算攻击力算的怎么样哦？看这队攻击力到底是不是有想象中这么弱、哦、？OK 啊、哦，哦，你要会算你的攻击力去做攻击，时间自然就省下来了。我要抓好一点，不要抓过桶，抓过桶就哭哭了。好，我跟各位算一下了，好不好？这样讲比较快好了。好，我们现在请出大圣减伤计算机、哦、我先来算，这样比较快、欸、所以你要善用手中卡牌跟百姓的计算机、哦、第二关21364跟6809 21364跟6809 21364 6809 21364 我的血量有14966、哦、14966 14966哦、所以我三只垂下来，我还有1683滴的血，所以这一关是可以一波带走的，了解吗？了解吗 ？OK 啊、哦，没问题啊、哦，没问题，我们就一波带走吧，看看到底这一队有没有快，好不好？
一吸低还90%，九峰有一关低层就这样搞。哦，既然我们就已经知道可以一波带走了，那我们就尽量给他弄，没关系哦。哇，来吸低五。这对弱点我刚刚已经讲了，缺水珠哦，所以要控制水珠的量啊。比双鱼那对来讲，就是有不同特性的，它的稳定度在别的地方啊。哎，好像不用了。因为我那个谁啊，这一只啊，菲尔卡贝利已经拉上去了，所以现在打他很痛了。哦，倍率是靠自己去灌的哦。等一下你们就看到什么叫做超级职业蓝鹰哦，等一下你们有机会看到。啊，睡了是吧？OK， 晚安晚安。一小时回来后应该换队伍了。哦，记得顺序，中间那只绝对是最后打。先打左边那两只，开这个菲尔卡，蓝鹰也开，等一下你们看到什么叫超级蓝鹰哦，靠背啊，我锤到他了，干，觉得他伤害应该不会差太多了，应该不会差太多了。我刚算出来是我被打剩下1683滴哦，1683哦，各位，哎，虽然刚好轻轻锤了他一下下，应该不会差太多啊，1683哦。注意看哦，职业蓝鹰哦，看好，看好 ，good day good day good day， 好，差不多了，1565还 OK 了，看到没有？这样知道这怎么玩哦？下一关你就知道怎么样一波带走了。欸，不过这样有点小小的问题啊，就是他捏捏的干整片都是那个新珠，我真是还不晓得怎么样去解决这么样一个窘境哦。干净哦，请记得不要全体攻击哦，哈，全体攻击就哭哭哦。这是口诀，知道吗？好久没看我用了，会打到天亮吃早餐？不会啦，应该不会啦。看到那个伤害没有？舒服哦。我以前蛮大部分的观众喜欢看我用这一对啦，圣达还是圣什么鬼的？哦，因为 CD 哦应该还颇久的哈，我争取一回合啊。两组好 ，OK， 不要把我新珠弄，不要把我水珠弄掉。哦 ，OK， 我先干掉一只哦。对的哈，对的，对的哈。我们可以从这边观察一下，它倍率大概是多少？靠，不要只有一颗，靠西。刚刚是严重的失误哈，两回合哦，现在妖精还是有攻击力哦。应该是很稳吧哈，应该这算是久违的神魔之塔。
漂亮漂亮。哦，所以如果你是这样子带到下一关，基本上你下一关就直接过了啦，我是这么觉得啦，对吧？你刚才回复力，哦，所以这个龙科我打算省下来了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感觉没什么伤害啊，没有伤害都是用爆的，绝对不是正常打，正常打还好，所以你要转快一点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把你杂猪滤掉，转快一点。啊，这队是比圣达稳啦，但是比圣达应该是我不晓得速度欸，因为我 CD 还好，没有太夸张，所以应该 还算 OK。你这回复力很够欸，下一关应该可以轻松打欸。哎，没有，又跳了，又跳了，没有。这时候千万不要削水珠哦，不要削水珠。哎、欸，不要削水珠，要给我削水珠！不要弄水珠，不要弄水珠，不要弄水珠！妈的个逼耶！开，开，开！好，要用第二个计算机耶。三万一两，我只算一下，越攻越强计，越战越强计算机。哼，还记得崩溃的表情是不是？我们来看一下哦，第二次的那个越攻，越战越强桶哦，6809，哦，假如他剩一趴好了，他打桶嘛哦，他会打我两万，开什么玩笑？我们洗洗睡吧，你一波带走他哦，各位，不用跟他客气了。我打算做个全体一波带走哦，所以，我水雾也不开了哦，因为我要回满血。过来 ，getting 没死，OK 哈，没死。没死，哦，没开水雾了，靠背。哦，所以水雾很重要喽，开不开的水雾是影响很大哦。再打击倍率高一点哦，但是恢复力差，回复力的问题，所以你可以善用手中卡牌，对对对，你可以想一下，因为你们现在会有这样想法，应该会有别的编队的一个 idea 才对，啊，我示范给你们看，你们才有参考的依据，因为这一队就是稳啊，但是爆发的威力一定是感觉上会比妲己弱啊，因为少了一个倍率嘛，看起来是这样啊，那其实并不完全啊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萨尔曼还有 2.5 倍的增伤啊。就是没有差到那么差啦，就是还是比妲己差一点没错，可是不至于差到一个不行的。哦，那我这颗龙离省下来了，所以后面关卡我可以运用这个龙离来做一个发挥哦。对吧？那攻击力计算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哦。我们刚算多少嘞？我用一次用两个计算机给你们看，他打我20427哦，来这边20427，所以剩余血量10881，看到没有？差一耶，看到没有？差一哦，有没有看到剩余血量？有看到？来看我，差一哦，10881，应该是小数点进位的关系啊，好没有？有些时候计算机用一下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的，各位。对，因为这已经出现答案了，所以我没办法再跟你讲说打多少之类的，因为答案就在那边了。
现在都只要转一组星就好了。哎，一组星就好了，记得哦。哎，因为下一关我们要算是一个小爆发之类的。一补爆发哈，移动一下。哦哦，哎，移动一下滑鼠挡到手机画面，有吗？有吗？没有啊，看起来是 OK 啊。2.5 现在转高血压会痛，跟大家不同是慢慢排。对对对，所以风险应该是最后一关吧？对啊，那我们可能就慢慢磨过去的。不可能啊，一定要一波带走哎。哦，转喽。请注意看他打大圣，看一下哦，看到没有？哎，但他没机会打我，因为他打不死我。这一对弱点是转那个哈、哦，单体攻击，我认为是这样。靠边那个哎，开枪！缺哦，缺攻击珠哦，而且我用的龙鳞，干如果过不了龙鳞，应该可以换掉，我是这样觉得，用龙鳞来绿珠啊。如果过不了的话啦，我现在这样看的话，应该是这样，好像还蛮稳妥的。龙鳞不需要用不需要转新的，直接转属性珠的。哦，所以有招的话，你要开就可以开，无所谓。我认为是这样啊。我感觉他比刚才快，我怎么这种错觉？还是因为我已经熟悉了这个模式。干断心欸，他给我断心欸，因为让他锤才有心啊。不过无所谓，因为他有两回合，所以对我来讲没有影响。就是他在这一关我不开转心无所谓。黑帝是大圣哦，我觉得黑帝是大圣康博吃太高了，我自己看就没伤害鬼啊，你自己看我再转几康博，三到五哎，懂吗？黑圣不如用圣打啦，我自己看法是这样啊，除非你真的康博真的转很高啊，转很高就可以，大概平均这个五到六以上吧，我觉得黑圣哦。但还没跳，亏！不要开水雾啊！我自己觉得，欸、靠北好像可以开。因为现在要减伤啊。哦，自己要算一下攻击力啊！啊，贵桃那个哭哭啊，我跟你讲。婴儿技能没有关系啊，没关系啊。婴儿技能没关系啊，因为它是两回合啊，所以无所谓。我恢复力太我恢复力太够了。啊！干老师哎，水雾没关。对不起啊，各位，当作没看到。吼！请记得啊，关水雾哈，买来亏松松的哈。爱开水雾哦，哈、啊，爱开嘛啊、哦，应该啦，干得好，我专心，来不及了，下次水雾记得早点提醒我，我刚没有注意到，又多浪费一颗石头了。
哦，基本上省时间的石头我就帮各位吃下去了。我是不想耗太多重打那个应该可以过的东西啊。水珠哦，这比较辛苦的是在这里吧，我自己觉得，就在那边叠水珠是蛮辛苦的。可是因为我蓝银已经关掉了，所以是还 OK。靠背啊，因为蓝银如果没有停的话，你现在那个珠子你很难控制。哦，蓝银现在停下来，所以你珠子要控制不是太大问题。就是也是要控啊，也是要控啊。现在是要控婴儿有没有？哦，婴儿很难控啊，真的很难控。我现在用右边的，我现在只做右边的那个攻击珠而已。这个要放水珠，不能放那个。没有，先叠好珠，下一关比较妥。可能有人会觉得太快了，可是我觉得应该还好，这个 timing 差不多啊，不然到后来不好叠。我现在一波弄过去，他一定死啊！他一定死。是最怕一波给我他妈天降全部消光光啊！是最怕这样子而已。因为这个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。肚子饿要吃什么？记得关，忘记了。对啊，刚刚可惜又多浪费一颗了，靠北、欸。因为我一定会忘记啊，如果你们还来得及提醒我的话，就提醒我一下，也是 OK 啦，我是觉得 OK 啦，对啊。下一关我可能也会用这个模式去打下一关，要不要下下关讲错了，下下关。敢会累个哎、欸！啊！我靠仔！干这种叠珠，它会自动天降的、欸、哦。因为我刚刚讲说他的弱点了嘛，帮你讲出来嘛，所以我现在要把他弱点修正一下，那下一关就不会那么难打了。干，靠背啊，忙啊，哎呀，一系呀，菲尔卡金龟。看一下，这下骹应该是放一下木的，好吧？加爱一个，那是水珠，加一个木珠。可以啊。王耀武，看家子灾了，看这一关过不过了，下一关就知道了。
好像缺个水，靠北啊。龙哥麦中，来啊！干，我有点分神哎，我干嘛开水雾啊？应该有吧？我开水雾的很稀好，我开。看一下多少岁，2922，2922万，2922万，应该没看错吧？应该是没看错吧？对，龙客一定要开，一定要开。关水务是不是没问题，马上关，百姓马上关。这关用跟刚才一模一样的打法，一模一样，一模模一样样。看一下哦，我要确定一下攻击力啊！我要确定一下攻击。干，我还是看一下哎，就干龙哥脉动有点花时间，是2000多万嘛？是不是？所有关的，所有关的。你看这关也是打我，也是3000多滴而已。抓痒而已，是2000多万吧？我看一下，2922902，2922902，个十百千万算百万，那够零？哎，不可能啊，一定是2000万啊！那个干他400多万，那边省啊，边省啊，还剩啥？什么都不用算了，打就对了，平民百姓打就对，打就对。婴儿记得开油了，油了。这个你免省啊，那个也安啦。你看跑啊这，3000多，嗯，干不可以嚣张。对，不能嚣张，要认真。等一下被3000多打死干，我保证那个画面洗的比漆还可怕，一定是。被3000多干掉，一定洗的比那个还可怕。600多万呢、啊？快点好了，我来试一下水温。咱们来试试水温好了。哎呦，还没去消金珠。说奇怪怪的动物、啊，没消心珠。我是故意的，开什么玩笑？我是故意的，消心珠，开玩笑，消什么心珠啊？不消心，我来看一下哦。哎、欸，细不啊！我是故意的，什么不妙，乱讲话。算一下攻击倍率哦。刚
干一段堆计算机啊嘞，算一只就高啦，1061是不是？哎，袂使，即马袂动，即马爱心包围才会使，无等会死。嗯，靠背啊，我水煮，燃烧一个位置 ，OK， 了解了解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不能用刚才那玩法干，有点危险。应该是不会断心哦，应该是不会哦，不会吧？好，干他只能承受一次，哎，操，干不能用刚才那玩法，哎，操，因为打太痛了。我呀，10，现在是可以开了，可是新珠不能消哦。3938大胜 1.5 倍，萨尔曼 2.5 倍，再 2.5 倍，他原本的20倍，再 2.5 倍，好，总共多少？ 468.787 468.787 好悲啊，我有看到，等一下，468.7，我故意不开婴儿的，我故意不开的，我是故意的。468.75，对呀，468.75。因为婴儿他去，他把珠子弄掉了。两组好了，六颗，多少血啊？康宝，六康宝。个十百千万十，我、哦、靠，800多万呢！我操，八百多万呢！看萨尔曼只能开一阶了，我要算攻击力才会快啊！187，干这姐北七零牛嘞！187.5，我怎么觉得怪怪的、啊？187.5，330，等一下，这个数字一定有蕴含的魔术的方块哦。一定有哪里有问题，大胜 1.5 倍，萨尔曼 2.5 倍，菲尔卡 2.5 倍，再20倍，一定有问题。干，又是87，怎么那么多北七啊？一定有问题，我想一下，属性相克，对不对？我看一下，想骗我281.25，他提醒了我。281.25，281.25，哦，498万一波带走，哦，想骗我？要多降个几看我的鸡鸡啊，对不？克数对不？我栽啦，想骗我？哦，门都没有，所以我现在只要转个五康宝就可以了，会有天降，所以我只要一，这是两组嘛？对，两组。两组四 combo， 这样不对，我就会有很可怕的天降出现、欸、我自己的感觉上是这样、欸、我就有很可怕的天降出现，我决定转个这样就好了。哦，好加载，叮啊，算是刚刚好了 ，Oh my god， 哦 ，Oh my god。这时候要善用手中的哈什么？善用手中什么？各位猜看，我要善用什么？来，大家来猜一下，我要善用什么？算的刚刚好，刚刚真的是狂天降哎！哎，大家猜猜看，我要用什么？一组哎，刚刚一组哎，打到他脸都歪嘞，187.5，那一定有问题嘛！我刚算了就知道了。现在要善用什么？有没有人知道？婴儿是要开没错，婴儿是要开没错。但是不是现在？不是现在。百姓眉头一皱，发现事情并不单纯。哎、欸，你那字好像打错哦，怎么会变蠢呢、欸？魔法石婴儿大家都不知道，不是卡牌，不是计算机，不是计算，石头、排版叠珠都不是，都不是。我告诉各位，
现在善用什么？善用一、二、三、四这四颗，它可以帮你磨过去，它可以帮你磨过去，听得懂我意思吗？一次只消三颗就绰绰有余了。哎、欸，断心，断心，再多一点哈、哦，看到没有？一次消四颗、哦，断心嘞。为什么紫夜兰死抓的不开哦？就是因为他要把我的水柱也转掉，我的原因是这样来的，所以我一直不开它是这样来的。哦，你现在只要善用你手中的绿珠，绿色的珠不是绿珠哦，你要善用那个绿色的珠子，让你的攻击力伤害减到最低，你的吸力就磨上来啦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我看过来让他磨爱不？零攻击伤害的磨。魔技，干，这时候转一康好了，大大一康把那个转掉。有吗？一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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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这时候你就可以磨了，这时候就可以磨了。有没有看到？蓝银不是，哎，是故意的，哎，故意不开的，哎，开玩笑。嗯，啊，不过我建议各位哦，现在如果要做攻击是可以哦。可是你那个水珠哦，尽量都留下来哦。哦，所以有些时候你要看战场上面的状况去随机应变啊。有谁会想到要用绿色的珠子来磨技能呢？是不是？有啊，就是我、啊。OK 吗？哈、哦。哦，千万不要断心哦，记得，你只能撑两下而已。水珠都不要消，哎，刚看得出来那个威力很大哦，大到一个有点吓人哦，600多万差一波带走哎，反正攻击很低，什么什么什么不行不行不行，他已经剩下残血了，我一定要把吸力全部磨起来，哎，全部磨起来了，那就可以出手了。看起来是三组水珠应该就够了，我自己看的话了。哦，蓝鹰是故意不开的哦，哎，开玩笑，开开关关控开关呢？干，我想我平民百姓呢，我想要控开关啊。有没有，我们就这样把那个水柱慢慢挤满，有没有？他不喜欢天降就算了，慢慢把水柱挤满。哎，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缺什么啊？缺什么？行珠啊！哎，为什么百姓都老行仔仔？哎，断心怎么办？别惊啦，断心，断下面心，嗯，又断。你想好这个要断几改？哎、欸，你想好要断几改看麦？我、哦、这时候只要手不残，应该都是可以正常的运作了哈。哦，左边那个水柱流下来了、哦。哎，这时候叫不急不徐哦，在不？不急不徐，不急不徐哦，在不？断心吗？那我扣你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你再听喂，看。干，撞到自己的手，等下死掉。完全断心。啊！你瞧不起我，你没跟你胜，我看你多完全断心，怎么可能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现在都做听话啊，啊你就对了，啊你就对了。靠北啊，两康波，干啦，小可危险危险。靠北啊，我是觉得干杂出这么多、啊。完全一个没有断心的节奏，这样就对了。
这个 tempo 就对了。断心，你好意思断心啊？啊！断心，这是节目效果啊！这是节目效果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莫急莫慌莫害怕，百姓在这边了。啊！干，那个谁破梗了？啊！你讲太快了啦！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害我这么干，对不对？不过应该不会断第二次吧？应该是不会了哦。我发现这个珠子应该要调整一下位置好干阿尼玛做歹拍的呢，现在很难打死他哎。哦，一组新珠可以用两回合，记得一组新珠可以用两回合，可以撑两回合就对了。现在是很关键的，所以我一直迟迟不出手是有我的道理的，因为怕攻击数不够啊。我、哦、慢慢弄过去，慢慢弄过去。这边我们就有一点点的耐心就可以，有一点点耐心给他弄过去，靠右边的弄起来哦。啊，奶奶的，有点危险嘞，沙邦还有机会了，干不行，来，蓝鹰现在不能开，啊，蓝鹰现在不能开，靠背啊，啊，蓝鹰现在不能开、欸，哦，蓝鹰现在开被锤会产生心，可是他就断技了，这样讲比较快。他要断气啊！干，有点不妙哎、欸，应该是不会吧？应该是不会断心吧？吹一下，吹一下，他跳起来，看到没有？很鸡巴的哦，他把我那个珠全部转掉了，就是这个鸡巴的原因。所以我为什么一直不开蓝鹰，就是这样来的。干，我的新珠拢无去啊啦，不，我水珠拢无去啊。好白啊，这是咩算啊？这鸡巴 game 诶！哎、欸，刚蓝鹰不开不行，太危险了。干弄到后来，干我的水柱只剩五颗，是傻小。哦，你终于没了。干，哎、欸，我刚刚血量已经抓得很漂亮了。干，我发现他的血量被那个木的消掉还是很多哎。不要忘记消心珠哦！直接蓝鹰又跳起来了。哦，这时候我们稍微有一点点耐心，因为最拖时间应该就这里而已啊，其他还好了哦。不要急哦，不要急，各位不要急。哦，断心哦，而萨尔曼跳起来，所以我们现在不用太担心。外星珠啦啊，不外水珠啦，搞唔掉，你讲阿小，结果弄下去只剩三颗水珠，玩那么久，他妈干，我就消整版就好啦。
我剩下久啊，我连绿珠你全部搞拢拢掉。哦，尽量把水珠留下来。我说过这一队的弱点哦。哦，所以蓝银四也是可以考虑是换别支啊，我必须这样讲。你看是不是看换个转属的之类的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靠北啊，为什么血那么厚？刚好削到木吗？我刚削到木吗？应该没有吧。我威力差那么多，又断。你老师欸，干我！你是他妈的，干生来断我，断我的心的就对了。刚刚连音效都不见了，哼！斜转。欸，不给木呢，你老木。好，也很削到五连珠。这时候要记得，不要像刚才一样那，像刚才我一样没转到那个补血珠啊。哇，你看那点点血量，我磨多久啊？所以木妹也是可以考虑啦，我是觉得啦，木妹也是可以考虑啦。因为前面我基本上就稳稳妥妥的过来啦，对不对？木妹也是可以考虑一下。好好，这时候不要急着回应我，我知道。好，要海西长。干，那那个啥小啊？差点断心，差点断心就是没断的意思哦。干，我真的手指头有点长，我撞到自己的那个。妈呀，这一点血可以玩这么久，我真是佩服他了。天降把水珠消光，进下一关没水没心哦。别，应该不会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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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会啦。干，大家现在都神预测了，我怎么觉得大家现在都神预测？这点点血还真的，他那里有点不太好磨哎。对啊，是不是这对弱点是不是跟我讲一样，就是水柱没办法控制的？前面是超稳的啦，所以可以参考我的队伍再去变换成你自己心里理想中的队伍啊。我现在目前想到是转属或水，或者是木妹，转属或木妹之类的。因为蓝鹰使用的频率没有很高，没有很高。这一队哦，我是说这一队哦，对，你们自己看我是不是还有时候还故意关掉。要把木直接削掉，靠北啊！
找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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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靠北啊，他血这么多啊，真的有点多哎，直接消木哦。因为现在水珠真是好多啊，好时机啊。哎哎哎，还没走、啊，干你你做卤面啊你？啊，为什么你叫卤面啊？哎哎哎，床上人家公那边水星先被消掉，有没有人恭维哦？哎，不要乱讲话哦。什么水星消光光？我不能讲，我不能讲。妈，这一点点血浆搞那么久，因为如果我有直接专属的，我基本上就不用在那边跟他玩啊，我就直接用力打了，直接带走他。蓝应该可以换一只啊，只是问题，对对，可以换一只，可以换一只。因为蓝鹰要用在刚才那一队，这一队比较不适合。干，真的那一点点血真的 好多、哦，我真的觉得那一点点血好多、哦。啊，我转到我的水珠了。对不对？是不是看起来我自己这样试的话啦，感受上是这样啊。但是转属了，干我这边就不用抹啦。给各位的建议啦，可以参考看看。靠背啊，天降整片把我削掉。既然知道他的弱点，我们就要改善他的弱点了，应该这么讲比较快。有一组开大声破防就过，不行啊！我技能要留在最后一波开啊，想骗我开技哦，对不对？想骗我开技，对不对？我靠背，好像我刚刚下星座，我刚刚没有看画面。哎，不要分开，不要影响我的注意力啊！你这个有阴谋哦。哦，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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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个睡觉，我等一下再叫你们起床哈、哦。不会吧，不会吧，应该不会带走吧，应该不会带走吧，应该不会带走。叭叭叭的叭叭叭！啊，吓死我！哎、欸，错节，哦，五颗，五颗，五颗，可以用这五颗来绿。哎，对了，爱大姐转属二了啦，安尼爱看来应该是较紧啦。好机会啊、哦！水珠留下来啊、哦！哎、欸，干老师哎、欸，他哎、欸、我死哎、欸！
内建自动那个哎，阿姆多用大圣，阿姆多干把对头什么要吸个斗一起啊？哎，内建自动那个哎。你可以走吗？你可以走吗？靠北啊，他没走哎、欸。我决定这一次我不消，我这样好了，不消水，不消木。啊，他把消了三颗了，靠北啊！这么好的机会，哎、欸，这真的变用这一队要抓 timing 出手哎、欸，不然送不走他哎、欸。上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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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走，还不走？你死皮赖脸是怎样？我整片都是，你还要怎样？我整片都是哎、欸！干，我的水珠全部没了，靠北边走啊！干，这金角五阴毛啊这！再来一轮，妈呀！哎、欸，对不对，各位，是不是应该那只直接蓝药换一只？现在又不能开，亏得鬼片拢死啊，鬼片拢新啊！刚刚那一队才可以这样玩，因为那一队有转新的，又是好机会了。转过来，靠背啊！哎呀，没死好家在。干，你再不死，观众都快睡着了啦。哎，忙断心，忙断心。可以。又是好机会了，掌握你的好机会啊！用别的攻击珠把他打死就好。光暗有没有送走？靠北啊，怎么那么硬啊？我就在这边一直无限循环的感觉。好像没有克数打不太痛哎、欸，他。狗还在问，再不死观众让我睡醒 是？忘记消息是会。对，我因为刚配了这一队，我忽然觉得蓝应该换一只才对。哦，所以参考这一队的玩家可以换一下哦。漂亮，又是好机会，你牛嘞嘞！干，这波你个无照你无意思啊、哦！这一波你再不走就没意思了。走一下好不好？走一下。干这边弄个五颗好了，再来一下。靠北，我的水珠啊！春龟娘，你一定走了，我知道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四六八颗。边家，摆进你家哦，完全恢复哦。靠北啊！二四六八，八颗。开水面，我不水面啊，八颗。算一下，八颗。大圣1.5。20倍。2.5，468.75哦，水壶我这还没开，468.75，我看一下，1000万，6 combo，
你有看不？六康宝，干！起床了，各位！起床了，起床了，各位！起床啦！平民百姓要一波被带，把一波带走了，起床啦！来咯，来咯，请各位给我一波洗到不行再不行的气，好吗？给我一波洗到不行再不行的气，一波气，刚才气就是不够，刚才气就是不够。现在只能一波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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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你们了，一波气哦，一波气哦。啊，看到画面来不及刷的反应那个才可以哦。五康宝，来！气哦，一波气哦，继续刷啊刷啊刷不停哦，刷不停哦，刷不停就会过了，刷不停就会过了。对，就是这样，没错，没错，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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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， 哦。漂亮漂亮，对，我看我全看不到画面了，这样就对了，这样就对了，漂亮，这一波气就对了哦，舒服，打到他脸就歪掉 ，Oh my god， 洗到，我操，给我一波气，谢谢各位，给我，我一点气哦，需要一张左右，给他，人家都准备给掉了，我满分 ，OK 啦，给完了哦，我只需要一张纸，你前一张蓝章为什么有两颗？为什么啊？不够再一张，哦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哦，看你打字，为什么会有两颗？我虚空重击啊，锤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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